别看是入门机，但 OPPO 做的是真好看。这就是刚刚上市的 OPPO A1X， 一起来看看吧。目光金搭配上临近双环的设计，颜值方面确实没得说。8.12毫米轻薄直角机身塞下了5000毫安大电池，90赫兹的 LCD 屏，300%的大音量，以及8+256大内存，这就是一款标准的入门款手机，所以要求也不能太高。天玑6020的处理器，侧边指纹解锁 ，ColorOS 13的系统用着也省心。还有旗舰级都没有的3.5毫米耳机孔，现在价格也出来了，我相信作为一款入门机还是经得住考验的。